块树板它不能用了，我变成不能用。大，大，烤坏了。140度，射到140度，升到140度之后，计时开始，开始计时。我们设置一般都设置给它，你看它秒数的话，一般设置多少？5分钟就可以。一般情况下我们保守一点的话，我们建议8分钟，8分钟就可以了。这样了，等着。